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奴婢伺候王子沐浴更衣。出去，这里不需要你。是。这么大喊大叫的对你主人说话，你是不要命了吧？我为什么把你扔在水里？你要想想当初他是怎么骗你的，现在他又是怎么折磨你的，你怎么能让他这么容易就死掉呢？你要慢慢的把他折磨死。洗不完的衣服，还有不许吃饭不许睡觉，是不是都是你找人整我？看起来没那么笨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讨厌你。什么水灯节，什么承诺，都是你编造出来的吧？史瓦格纳呢？这里不是你该待的，我劝你立刻给我离开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但不会走，我还要好好留在这儿，我还要让你给我当奴才。痴心妄想。早上在吵什么呀？让你守夜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昨儿晚上啊，昨儿晚上不是值夜吗？然后阿英王子就看中我了，就让我去伺候他沐浴。什么？你竟然伺候阿英王子沐浴？对呀、啊。凭什么呀？其实这事儿吧，也不全是。听到无声了，可能是真的。我也顺便洗了洗。我也顺便洗了洗。天哪！阿英王子从来洁身自好，我们这些贴身宫女都从来没有伺候他沐浴更衣，他竟然还跟着阿英王子洗了一洗，这也太大了胆了。喂，你有没有看见什么？应该是你们想看的，我都看到了。啊！你说是什么意思啊你？什么我们想看的？八块小石头，硬硬的，平平的。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一会儿王子还要让我伺候他起床更衣呢。伺候他起床更衣。他凭什么呀？过分！现在的王子，这个新来的，想不到心机和手腕那么厉害。阿英王子单纯善良，没想到居然被他给摆平了。别说了，你们这些没见识的，王宫之中这种一步通天的事情还少吗？我看呀，咱们还是好自为之。以后对着丫头客气点儿。省得日后人家得了势，报复咱们。对对对，说的对。奈奈呀，你最近干的这些活计呢，是新来的宫女必须要干的事情。现在你已经不是新人了，那些事儿就交给别人去做吧。就是就是，姐姐您啊，现在只需要在这宫里当会浇花就行了。是是，姐姐您也不用再吃花了，我们会准备好美味的午膳送给姐姐。这势利眼真是不分国界啊。此事事关王子的体面尊严，阿英王子尚未成亲，你们谁都不许在背后嚼舌根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给我过来。
今日我初入宫中，人人见我眼神怪异，我前脚刚走，他们后脚便议论纷纷，说是不是你在背后捣鬼。我搞什么鬼？我能搞什么鬼？听不懂。就是我们两个，昨夜。昨夜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不慎掉入池中。不就是洗个澡吗？是吧？你为何要在背后诋毁我？想整我，你还嫩了点儿，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信不信我立刻叫人把你给赶出去？哟，这玩不过我就要把我赶走啊？你说虽然是堂堂王子，就低个头认个错，我不就放过你了吗？可笑，我堂堂梭罗国王子怎么会跟你个小宫女玩？我是主子，你是奴婢，仅此而已。不过我这个人做事公道，来，我给你出一道题。你看这盆花，这是我母后使人刚刚送来的，若想让它开花的话，须在明月升至中天之时滴上三滴无根之水，我呢给你一夜的时间，你若是能让它开花，便可继续留在宫中，若是不能，就立刻给我离开。明月升至中天之时，那是晴天，哪来的无根之水？雨水啊，你逗我玩呢？我不是说了吗，你若是想不出办法，就立刻给我走人。不是还有一宿吗？你给我等着。哪来的雨水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纯粹就是逗我玩，是不是？你原来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这么为难过你？你自己说，有没有良心啊你？小心我把你砸了。老天爷，你要是公平的话，你就不要只整我一个人，你就让整我的那个人也睡不着觉，你也整整他去。的肉体，不要再让他承受独自流浪艰险的痛苦。亲爱的蓝蝙蝠啊，请用你最强大的魔力庇护我最亲爱的朋友吧。
赵兰芝说的是真的，你不会真的是怪物吧？消失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苏洛伯真是太邪乎了。王子，王子，好像被火烧着了一样。我先扶你回床上。好些了吗？这首歌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哄人睡觉的歌嘛，都差不多。谁教给你的？我娘。你唱给谁听过吗？给我们家马奴唱过，他害怕打雷下雨，所以会唱给他听。这么说，你待他不错。他对我也不错。那他人呢？偷了东西跑了。那你找他了吗？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嗯。你恨他吗？恨不得掐死他。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。东西重要还是其次，最恨的是他骗我。会不会只是个误会？可根本就不是个误会，他处心积虑在骗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原谅他吗？如果是我，我会原谅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听你说的话，我感觉你并不恨他，反而觉得你很想念他，而且这里有他。